有是。我觉得依家到年二月十嗰日咧，去过元朗公园嗰影相，唉，我记得其实2019年有一日咧，行咗成个天水围四个圈，咁四个圈都相等于系由呢度跑过屯门嗰度，差唔多啊。搞完演戏，杀咗460多个，我有几 round 系好似陪咗去日本 server， 因为咧，如果系新加坡嘅咧就30几圈。但係日本咧就50几圈，佢我記得好清楚。多一句，點解我話日本輸咧？因為見到個堆咧，即係日本輸啊，佔咗70%都有堆過咗 S200几嗰啲人。但係相反，如果你配香港咧，冇乜嘅，全部都新手，新手攻唔到就 KMTV 打或者 KM 標槍飛彈，見到佢哋企喺度唔喐。望住你就一定用 TV 彈，有又或者用標槍飛彈，都係常見嘅。你玩香港衰嗰陣時，揸車你都代話最好都係用 Irish 啦，唔係咁你記得你望到我嗰條片咪關於誒話迫擊炮
隔住你俾望遠鏡鎖之後，逼啲噗啊，嗰張飛鴨可以隔住牆咁鎖你噶嘛？隔住牆鎖你嘅話，即係嗰個飛鴨就好似宮頂咁樣射上，可以逼啲棒射上去，跟住炸你嘅。走唔到，唔係你想離開冇乜用，好似挑啲蛋耳邊一樣，匿埋都俾佢射到。所以話咧走唔到嘅，有一標槍飛彈，冇車咁樣攻點。其實我都試過咧，嗰、那個雀仔嗰個火箭彈係廢好多，個個都轉用翻 AGM。唉，我反而係希望佢 Season 4會唔會依個應該係2月20日啊？現在10號還有一個星期多三日，我很希望他改了 TV 彈和標槍飛彈，原本我以為他會改了，誰知不是兵種的時候就說加強了 TV 彈，加強了這個標槍飛彈，你又不太明白他處境，一堆在玩 TV 彈玩標槍飛彈，那些車都走不過去，你走過去即係俾成堆鎖住你，你通常見到咩一係咁顯示呢個鎖定點過嚟，即係即係望遠鏡鎖你。我睇嗰個 Season 4咧，有架新車叫咩 CAV 咩，總言之係一架 APC， 即係類似 LV 咁樣啊，所有旅行車。係啲咩嘅 LAV 應該歸類為呢個中型裝甲啦，即係 DBLC 同房車嗰列。跟住有兩，我睇到兩把真槍，一把叫咩 RPT， 另一把叫咩 AC9 啊，即係類似 MP5 咁樣。誒，有啲咩槍你 Season 4見，或者有個車拉，唔係，或者有個 Season 4嘅車拉就會見到嘅。不過我諗緊，凡係有啲咩更新咧，成隻 game 都係唔會超過20000幾人玩緊，最多係1萬或者15000啦。多句，佢隻 game 點樣改，都係覺得好撚怪。係啊，又話有兩把槍，有一把叫 RPT31，另一把係 AC9衝鋒槍。就係呢，我反而覺得呢把 AK7 少，點解為衝鋒槍咧？唔係特級步槍嚟嘅咩？
征服咧，除咗脱离个章啊，其实其他地图都系唔算系最好，我觉得。佢所啊，你都有同我讲过啊，所谓嘅重制，只不过系将嗰啲目标点，或者点与点之间新增咗啲障碍物，咁样唔叫重制，咁样只不过叫修改。脱离嗰张真系叫重制嘅。即係假定講成座山劈開，將冰山劈開啊！假定講，跟住個轉油台改位啊，成個浮冰嗰個位置大改咧。原先個轉油台搬咗另一度咧，真係叫重製嘅。但其他嗰啲萬花筒啊、浮冰啊嗰啲咧就唔計嘅，改油拍攝嗰啲都唔計嘅。你純粹只不過係加啲障礙物。唔話物資短缺嘅話，點解打仗咁多障礙物嘅？所以話嘅基本上更新咗嗰啲地圖啊、重製之後，變係好玩少少嘅。但具體嚟講，就話點與點之間，佢依然都係好遠。我嘅媽的！成日仲冇人啊！原先嘅係感覺上冇乜切頭，認真。雖然話配對即係官方書啊。但感覺上啲切塔少個 BF 唔係少個 BF 一，都幾好嘅，起碼唔使下都配咗切塔啦。
細張啲都冇玩，對上次玩係年初三。依家玩完事最多都係拆機拆數，嗰啲乜鬼攞咩攞幾多經驗啊，都冇乜用啦。反正喂玩咗好耐，應該通行證都100呢啊。好似話情人節會跌到得翻九度，又涼翻，都唔關事。情人節就係情人會過嘅一個節日，但係我但係通常冇情人嗰啲就唔過，唔叫情人節，叫單身節我哋叫。唔係啊！如果你玩夜市咧，望到通常最多人玩個 moment 應該係個 seasons 啱啱出咗，跟住過幾星期之後，這個 timing 咧，跟住過咗兩個星期之後，人再越嚟越少嘅。個 seasons one 咁樣，一開頭咧冇乜人，即使最高峰都得位萬七。
又不知道打嚟2152，而家電話騙案都仲好興嘅。不過另外一啲所謂騙案咧，最興嘅突然間唔知邊個 WhatsApp 嚟，跟住要撳入個 link 度咯。你為咗撳入個 link 度咧，就代表你俾人呃，所以勸你唔好撳。你估呢個世界咁多水魚咩？睇都要呃一呃。我都嗰啲電話嗰啲唔識嘅電話，我都一聽都冇聽過，純粹係有得個響咯。舊款啲電話又唔俾 cut 喎，一定要等佢唔知過咗幾耐先會自動 cut 嘅，幾搞笑啊！淨係知道琴日我玩咗十 round， 連續係輸咗七 round。開頭玩個五 round 係連係輸曬嘅，敵人唔搶旗，唔係自己人唔搶旗 ，sorry。一路輸一路輸一路輸，揸車又攻唔到。都有一句我好想攻，但係一堆 TV 等一堆標準飛彈情況底下，我真係攻唔到。再加上望遠鏡。我 D Echo 有新嘅片出啦，不過你去都係嗰啲嘢，最後就忽然間自己個女彈出嚟嚇你。呢啲畫面見過曬啦，佢通常最尾個 emoji 都係好驚，跟住唔知點解拍片燈都唔開，最尾就見到個女針 scare 彈出嚟嚇佢。喂，仲記得望過佢嗰啲 video 咧？最誇張係，竟然出邊都有佢個女嘅身影，佢個女無時無刻彈出嚟針 scare 嚇佢。有冇咁多啊？甚至連個附近嘅噴水池都見到，邊度都有。但係相反，其他人係察覺唔到嘅，就係可能話揾個女教飛機，整個特效出嚟彈嚇嚇自己啫。呢啲片，大佬喂，有啲人咧睇咗越耐就越覺得好悶，因為佢嚟佢都係同一個 jump scare 彈出嚟。